My favorite 火锅 Chinese tea。我特别喜欢叉烧包、小笼包、北京烤鸭。应该是煎饼果子。二十几年前到北京，就是每天早上就出门，路边摊有煎饼果子就吃，觉得当时不知道是天津的，以为是北京的，叫北京早餐，我们天天吃的，所以有这么一个可以回忆到那个时代，就想到煎饼果子。比较喜欢的中国美食，可不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？兰州牛肉面，我也特别好吃，我现在就是很喜欢吃，觉得味道特别好。我觉得这个名字要改一下，我们第一次点了说牛肉面，然后因为它的开头是牛肉面，结果没有找到那个找不到的那个牛肉。最喜欢的还是川菜，火锅就是我最喜欢吃的，辣子鸡也是很喜欢的，然后重庆小面。宫保鸡丁 or maybe 火锅 or 上海the young dumplings I love it。 西藏菜比如说烧烤或者这些的烤肉，但是湖南菜、湖北菜、四川菜是非常好吃的。糖醋梨，糖醋鱼 yeah I like it I like the 热干面。上海 seafood also is very famous、seafood. yeah do you like 锅贴 just behind you Oh, yeah, yeah. When I go in, back in Beijing, also I take,、oh, really? take away. Yeah, really. Take away. Yeah, really. Thank you. So I like it, yeah.